只是说笑，就只是打闹，就忍受，掏心的成为一个人的享受。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情感的流动。我其实看得蛮入戏。对，我也是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你还怎样？吹他的耳朵，从你下来吗？我要吃，不要，为什么好？哦，不要，这我的。嗯？什么？不要，抱歉，不要，两个字，脸上都写着。这边也有，你这个笑是所谓的姨母笑吗？好热，我觉得这个画面看太多次了。把对方当零食在吃吗？不是，我刚第一次看。对，我也是。有点不要，我觉得很好看的一个。哎，别推开。我帮你吃面。哎，给我就好了。哪里都这段很好看的，整个氛围就是我想要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亲了。是哦，是。想看，看。头发真的很卷。但，我也是。你要知道，业主们。不管你是谁，刘海都，Oh my gosh！ Oh my gosh！ 怎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进的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比较甜，怎么办？因为他们比较有那种欺负熬成的感觉。看你抱假车哦！我们出去玩第一次就兴奋到，你嘴巴太……请问一下叶光，我不知道怎么亲。他在投入，他在投入，是初吻的。哇，彩虹哎，好美哦！那时候本来就有，骗人，是真的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那刚下雨完了，好漂亮哦！对啊，对啊，雨后彩虹。哎、欸，这个景好漂亮哦，真的，好漂亮哦。我澄清一下，这个是初吻，初吻就是这么的青涩，这么的不会醒，好吗？看起来不错，哎、欸，很好看的。你们的也很好看，你们的也很好看，真的。就我们走的那个，我没有那种回忆杀。可是你们有我想要啊。对啊，你们是那种。我比较直接一点。好了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了！解决喽！哔哩哔哩 ，Cheers！